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个毛钩铜体的魔鬼毡绑带。你看我们这个魔鬼毡束带是跟一般的不一样，它这一面是钩，这一面是毛。哦，传统的魔鬼毡是毛面的后面接着钩面，它有扣环，然后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新款的这毛钩铜面是这一面是毛，这一面是钩。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假设我们拿来绑电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呢，你如果需要几条，如果你需要绑那么多电线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绕过来，你看钩在这里，毛在这里，拉过来束紧它就绑住了，它就可以束紧。传统的魔鬼毡束带，传统的魔鬼毡束带你这样束过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周径太小的时候，你看毛在这里，钩在这里，绕过来的时候，它背面被毛被盖掉了，它会没有东西可以粘，它会粘不住，它的周径要刚刚好大小才可以粘。然后我们这种毛钩铜体的魔鬼毡束带，它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它要绕过来，那毛在这里，钩在这里，再长都可以粘过来。但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跟传统一般很大的不一样是在于说，因为我们这毛钩铜体，如果我们要绑比较大的周径的时候，这个是可以延伸的。像我这样子，我如果要整捆要固定这整捆的电线的时候，我绕过来，我长度是不够的，我是没有办法粘上去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原先贩卖的这种新型的魔鬼毡，它整捆的一捆有五米，我们可以剪下一段，剪下一段跟它一样宽的，剪下一段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它粘在一起，粘在一起把它延长，你看它就变那么长了，它就可以绕过来，然后这样绕过来就粘上，就可以粘上。然后因为它一捆五米，你可以随着你的需要看你要剪多长都可以。